请一个村的老人吃鸡腿。肉食来，大爷，慢慢得吧，哈，别躺着了，歇着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贺，今天呢，准备了120斤琵琶腿，刚数了一下，370多个。今天请这个村老人吃红烧鸡腿，废话不多说。开始干，不花钱那得真不花钱，就是来给你们老爷免费做的。这准备了120斤鸡腿，今晚上啊，给他做个红烧鸡腿。来，等等，来，大爷，都有，每个人都能拎好几盒，晚上就别忘了啊。那个盆过来领就行了，两家吃现成的。把这300多个鸡腿打上花刀，更容易进味，更容易熟。改好刀的鸡腿冷水下锅，加入葱姜，料酒去去腥。咱们先把鸡腿烧水。今年90几了，大奶？98。98谁了？身体真好，我来给老人熬饭的，是不是急得我了？我咋着买的？急的呀！我今儿来给他炖鸡腿吃，三盒里哈，一个人能给他好几个鸡腿，就别忘饭了。给来一个，来，焯好水的鸡腿捞出来再清洗一下。我来做饭，大家怎么开心？开心！鸡腿三个就能有一斤，一个人分八个，他妈就够吃了。来，大爷。不用写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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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点盐，盖上锅盖开始炖，小火慢炖半个小时。能吃甜的吃点哈，拿纸就行了，不用客气，拿纸就行了。西瓜是不是甜的呢？甜。这这边没有，搁这拿吃哈。鸡腿再有个吃了半顿就出锅了哈，都别着急。炖得很烂乎了，撒点鸡精，来点香葱，出锅。你看现在赖了能有50多个印了，我一额外不溜，给大家平均分配，每个人起开。来，怎么烦了是不是得啊？5起350，5起350，用串，来吧。来，慢慢得了哈，有些都在家坐着吃，不管大鸡腿白。有嘞，来，起个鸡蛋，慢慢得了哈。6个，再差一个。好嘞，大爷，慢慢的啊，正好起了，给你来点，看，来两个手搁了，大奶，不要扛着了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5个还是俩？4个够数。好嘞，够吃了吧，大奶？哎，这慢慢的得了，分辨，别扛着了啊。差一个，累的呀，慢慢得了啊，别扛着，行，这两个人我给你打一点的，10个，肉食，来，大爷，慢慢得了啊，别扛着了，两个人是10个，15个，我扛上。好嘞，两个人够吃了吧？往这边走，慢慢的得了哈。差一个，好嘞，大奶，慢慢得了，分辨啊，打5盒的都一样，8个，一个都不会少，打个5盒的都一样。好嘞，大爷，慢慢得了哈。8个，10个，这够数。呀，俩人一小盆，咱也得了吧，慢慢的啊。差一个哈。好嘞，大奶，慢慢得了。两个人是10个，9个，5个加5个，10个。好嘞，大奶，慢慢得了哈。你这扛着了。8个，10个，哎呀，好嘞，必须得够数，慢慢得了哈。5个，好嘞，大奶，来，慢慢得了哈。少个一，必须得够，必须得够数，来，少个呗，供你。6个加5个，好嘞，10个，这家就跟那个大奶一堆的，好嘞，10个还差点。来，大奶，来，慢慢得了。够了吧，奶奶，慢慢走吧，到这家坐着吃。6个，差一个。好嘞，大爷，都刚来的，都没有哪儿。没想到咱这今儿来这么些人。好嘞，奶奶，慢慢走吧，都吃了吧？90多了。好。好嘞，起个鸡腿。好，我给你放这上面，慢慢的啊。没有馒头，多给你一个鸡腿。哎呀，给你8个，连续的都吃。慢慢得了哈，别藏着了，到这家坐着吃。过了一看还有10个鸡腿，我都打给你。哎呀，10个鸡腿俩人就够吃了。够了啊，慢慢得了，奶啊，到这家坐着吃。今天做了满满一大锅红烧鸡腿，370多个，分给了能有50多位老人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